哈喽，熊猫呵呵，你好你好，德雷带吃苦，初次见面也好忐忑，好在我们都是黑白色。哈喽哈喽，熊猫呵呵，你好你好，格雷带吃苦，一个你呀加一个我，活该你拥有这种过。行行走走，你是我最想的，你和我哈哈美美乐哈哈，叽里咕噜的呼啸，蹦蹦跳跳小滚滚，拍拍拍脚蹦蹦跳个呼噜呼噜大滚滚呀，一个哈哈另一个小天真，哭的时候呜呜响就哼哼，叽里咕噜碰碰碰，你说哈喽我说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，哇哦好朋友。熊猫和小鼹鼠第二集，小鼹鼠的欢迎会。呵呵，呵呵 ，Hello。呵呵去哪儿了？给小鼹鼠的欢迎会一个惊喜，一个惊喜，一个惊喜。大家注意了，森林要为小鼹鼠开欢迎会了。森林，我们要给小鼹鼠一个惊喜，我们要给小鼹鼠一个惊喜，我们要给小鼹鼠一个惊喜。但愿小鼹鼠没听见。他们要为我开欢迎会。开欢迎会，那就由我来致辞吧。想那500年前，我讲完了吗？爷爷，你刚刚讲到500年，都讲了500年了，那到此结束吧。谢谢大家。爷爷，我们表演魔术怎么样？表演魔术，表演魔术。我们表演杂技。都有演的，我表演什么呢？不是你表演功夫吗？功夫，功夫。真的？啊！小鼹鼠一定会喜欢的。功夫，功夫博大精深啊！那我现在就去练去。呵呵，好期待呀！我是乌鸦兄弟，你能不能给我看看你嘴里的包子？不拿不拿。谢了。我的，我的。不哭不哭啊！森林里要开小鼹鼠欢迎会了，要开小鼹鼠欢迎会了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开欢迎会竟然敢不邀请我！哼！你们就等着看精彩演出吧！哼！呵呵。狐狸先生，你好。听说你们要给小鼹鼠办个欢迎会呀？我们要给小鼹鼠一个惊喜。对对对，要给他一个惊喜，又开心又满意的欢迎会。要让他宾至如归，毕生难忘，让他意犹未尽，看了就不想走。可是我要表演功夫，练了半天还是很糟糕。不可能，和和天生就是功夫大侠呀。来，一拳打穿他。
我行吗？哎呀，闭上眼睛，集中精神，一口气的事儿。来，来来来。哎呀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太厉害了！我真有这么大的本事？你还不相信？那再试试你的气功。气功？来来来，发功推我。是这样吗？狐狸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多亏你手下留情。天哪，我竟然不知道我还是功夫大侠呢！你听我说，你可悠着点内力啊，晚上还要给小鼹鼠惊喜呢。哦，对呀，谢谢你，狐狸先生。今天晚上一定要给小鼹鼠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呵呵，他们给我准备欢迎会，我也要准备个惊喜送给他。我这就有一个。狐狸先生。哎呀，碰到我算你走运，今天晚上我有事参加不了你的欢迎会。哦，那太遗憾了。但为了表达我的欢迎之情，我要送你一件礼物。哇，慢用。欢迎小鼹鼠来到中国，下面请看精彩的演出。下面和和要表演他最拿手的功夫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还有别的表演，气功。放心吧，会手下留情的。我刚才用了气功啊，你们应该早就飞出去了。功夫博大精深，短短一日怎可练成？小鼹鼠，对不起，我根本就不会功夫，让你失望。我很喜欢你的节目，这真是一个精彩的喜剧表演。喜剧？真的吗？你看，大家都很开心。谢谢你，小鼹鼠。谢谢你，呵呵。可恶，我是要把欢迎会搞砸，不是要什么喜剧。哼，好吧，看谁能笑到最后。谢谢大家，最后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。感谢大家为我开的欢迎会。感谢狐狸先生送我这么好的大蛋糕。又是狐狸先生，之前就是他骗的我，说我是天生的功夫大侠。是爆竹，大家快跑！
来自捷克的小鼹鼠，一对好朋友拉起了双手，阳光下一起走，穿越过树林，花儿伴随着，低沉着笑声回荡在空中，闪烁的星空，风中有你。我最真诚的守候，一对好朋友拉起了双手，阳光下一起走，穿越过树林，花儿伴随着，一阵阵笑声回荡在空中，闪烁的星空，风中有你，我最真诚的守候。